好，那我现在是用 Best 360，150公分的自拍杆拍摄，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高度视角。我目前镜头的高度比我的身高还要高啊，我身高是170左右。那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视野怎么样。好，那我现在是用 Insta360 原厂的114公分标准的自拍杆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野的高度怎么样。哦，跟刚刚我们用那个 Best 360 150公分的自拍杆，哦，差别应该是很明显，哦，会比较低一点。好，那我现在是用 Best 360，那我把长度完全伸长，哦，大家可以看看那个视角怎么样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把150公分完全伸长了，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高度，哦，视野怎么样。